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做一款不用蒸、免蒸款的抹茶蜜豆雪媚娘，柔软又拉丝，放三天都不会硬的那种哦。碗中加入250克雪媚娘预拌粉、5克抹茶粉、250克开水，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再下手给它和成面团，再用手给它抻拉到特别有延展性即可。封上保鲜膜，放一旁备用。200克奶油用电动暖篮器打发，打出有明显纹路，装入裱花袋，放到冰箱冷藏备用。把揉好的雪媚娘皮各分成40克一个，上面撒上点熟膏粉，依次擀成皮儿。取一个雪媚娘皮，上面挤上奶油，中间给它放上蜜豆，上面再挤上点奶油，像视频中的手法，两个边往中间对折，四个角也往中间对折，翻过来整理一下。